嗨，周先生怎么称呼您？大家好，我叫 LJO 建华。哦 ，LJO 你好。LJO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喝威玛之前的身体状况吗？那么有一天呢，这大概是六个月前，我去给医生检验，那医生就说我得到了糖尿病，我的血糖指数是 13.5， 我吓了一跳。那我跟医生说，我不要吃药，可以吗？医生说可以，你就去找别的方法吧。那么我就上网去搜查，看有什么产品可以帮助到我的，就给我找到了威玛，威玛了。哦 ，OK， 那么你喝了威玛过后呢，你的情况有什么改善？我喝了威玛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再给医生检验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的血糖指数下降到差不多 5.2， 一个正常的指数。哇，太棒了 ！OK， 欧洲，这个威玛的确是帮到你很大的忙。请问欧洲，你会把这个威玛介绍给你周围的朋友吗？是的，我当然会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我所有身边的朋友和亲朋戚友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欧洲。